大家好，我是绿盾中天小绿豆，今天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2021年新款绿盾120系列阳光房。它相较于市面上的其他阳光房都有哪些优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一，更安全。阳光房型材为6063铝合金，具有良好的钢柱强度、耐腐蚀性，主龙骨采用壁厚 3.0 幕墙型材，确保安全无忧。二，更美观。幕墙式的龙骨棱角清晰，符合现代设计潮流，简约不简单。断桥式罗马柱设计新颖，可加高型双层水槽，美观大方。三，更节能。相较于市面上其他的普铝阳光房来说，绿盾120系列阳光房均为断桥结构，内外框软性结合，顶部采用遮阳节能玻璃，立面采用光感遮阳百叶玻璃。四，易安装。鲁班式的搭接设计，安装更简单，有门窗安装经验的工人按照节点示意图即可完成搭建。五，匹配性强，适配于各种规格厚度的玻璃、保温顶、意大利德高瓦等，轻松满足客户的多种需求。选用绿盾中天阳光房，尽享美好时光。